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40页，倒数第三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说过，这一句佛号就像要解里面所说的，即是众生本觉离性，换一句话说，就是众生的真如自性，故知此戒而能念之心。戒而是极其微细，这是个形容词。那现在呢，科学家发现极其微细的念头啊，科学家研究物质，把物质根源总算找到了啊，它是念头的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所以物质的基础是念头，物质的来源是念头啊，因此发现了念头可以改变物质啊，这是科学上重大的发现。那么现代的科学有方法捕捉到1000兆分这一秒，这叫细念，细到什么程度啊？1000兆分之一秒，那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那我们用这个话来推算的呢，那一秒钟会达到1600兆，啊，比1000兆啊还多600兆，佛问。心有所念，即念，那个念就是即耳，能念之心，啊，极其微细呀。这个心呢，就是如来果觉。是故，观经云：是心是佛。此心持名，即是是心作佛。啊，是心是佛了，本来是佛，没有例外的。啊，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本来是佛，现在又作佛，故当下即佛。直接了当，方便就近，奇特殊胜，不可思议。这赞叹这个法门啊，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心，这个是心，这个心是真心，
啊，戒耳就是一念不绝。一念不绝的心是真心。但是如果随着不觉呢，那就变成阿赖耶了。变成阿赖耶之后，用这个心念佛，能回归到一心。啊，如果他不是念佛，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很复杂，很多。啊，怎么知道？那是自性里面能量变化的，随着一念不绝产生。无量无边的变化，啊，正是啊，《还原观》上所说的三种周边。啊，第一种周边是周边法界，这是讲速度，很快速，就这一念，这一念就是戒而一念。啊，这一念怎么样呢？慧能大师讲，能生万法，啊，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都是在一念当中生的。这一念当中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啊，十法界包括六道天台家讲一念三千啊，三千是讲十法界，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就变成一百个法界。一百法界，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啊，一百再乘十，就一千，叫百界千如。啊，分配在五阴一千，正报一千，依报一千。天台家将整个宇宙把它归纳起来，叫一念三千的。啊，这一念是戒而一念，就是一念不绝。啊，讲得非常好，所以它的速度太快了。还原观上说，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啊，第二个呢，畜生无尽。畜生无尽就是天台大师讲的一念三千。他把无尽的法归纳为三千。啊，所以三千不是数字，啊，是归纳的。展开来是遍法界虚空界。一法都不漏，本体都是真如自性。啊，我们念佛能成佛。啊，念佛的时候是心做佛，念菩萨的时候是心做菩萨。啊，看我们念什么了。啊，念天做天，天是什么？上品摄善，四无量心，欲界天。啊，念上品摄善，念慈悲喜舍，
这是念天。啊，念人，人是无常无界。啊，念念当中不忘无常无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相应，来生得人生。啊，不会失掉人生。啊，那么你就晓得，如果念贪，啊，贪财、贪名、贪色，只要这个贪字，就是魔鬼道。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那就是地狱道。啊，念嗔恚，是地狱道。啊，愚痴，我说这人糊涂，是非善恶都搞不清楚，畜生道。啊，人天里面夹杂着傲慢、好胜，就变成修罗道，变成罗刹道。这就是大经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无论到哪一道，主宰是我们念头去的。啊，不是外头有个力量来主宰，不是的。啊，天神不能主宰，阎王也不能主宰。佛菩萨也不能主宰，天神也不能主宰。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晓得我们这一生，或者说生生世世，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因此，智慧重要啊！有智慧，你的决断就不会错误啊！啊，没有智慧就错了。啊，知识不行，知识往往决定的有错误。啊，只有智慧，智慧是自信清净心生出来的。啊，自信清净心是智慧的体，是叫根本智，因为它生智慧。啊，般若经讲的般若无知，无知能生智。啊，所以无知是真智，般若无知是真智慧。实智，真实智慧，它起作用无所不知。啊，起作用叫全知，也叫方便。啊，也叫善巧。啊，善巧方便全知，一定是一根本智起作用，没有根本智。就没有后得智。换一句话说，没有清净心，没有平等心，这人没有智慧。啊，清净平等，这是真智。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应戒得定，应定开慧。这叫三无漏学，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要走这条路子。啊，如果换一条路走不通。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走的一条大道，成佛之道。啊，所以不能够更换。人家走了无量劫了，都没有一个走错。啊，我们想改变一下，错了。现在人喜欢改变，啊，改变他变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出不了十法界。那么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字：是心作佛。念佛就是作佛。也就是不能有别的念头。有别的念头，你与佛就远了，你不是作佛了。啊，念念不离弥陀。有这个真智慧，面对着一切众生，我们视线做佛的样子。啊，什么样子？就是老实念佛。啊，心里面只有佛，希望一切众生都念佛。啊，念佛要知道，这是难心之法，不是人人都愿意学的。要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才能遇到，才能相信，才能理解，才能真感。啊，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就不问你念不念佛，你本来是佛，但是你现在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障碍了自信。虽然你是佛，得不到佛的智慧德相，受用不到，但是你的智慧德相并没有损失，啊，没失掉。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就恢复？啊，怎么回头？放下便是。这是大乘究竟圆满的大法。啊，那么我们觉悟了，实在讲，就是在这一部经典上觉悟。这部经典不可思议，善根普被，利钝全收。真正听懂一句两句都不得了。啊，那么本来是佛，现在念佛了，所以你当下是佛。这经上我们在前后面讲的。啊，上一次读过的，
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与佛智慧善根相同。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当下即佛。啊，你念佛的时候，当下你的善根智慧跟佛就相同，啊，善根智慧福德就跟佛相同，啊，直截了当，方便就近了，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究竟就是彻底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奇特殊胜，不可思议，用这两句话来总赞。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夜四一夜第四行，便以净土注经中，唯此经啊，备设圆妙啊，啊，唯有此经，啊，备是具备。有圆满的意思，没有欠缺，啊，是一切都具备了。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净宗讲菩提心，菩提是觉悟，觉是真的，迷是假的。啊，观经上讲得很清楚，菩提心的体真诚心，啊，叫至诚心，至诚，至是到基础，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啊，真诚到基础。那是什么样子呢？啊，你看这个心的作用，是起心动念，心的作用，心起作用啊，不外乎一个对自己，一个对别人。对自己呢，叫自受用，对别人叫他受用。啊，对自己古德注解的很多，啊，总而言之呢，不离好善好德，啊，那个善根德的标准是什么？说法很多。啊，菩提心是大乘共有的，各宗各派都讲菩提心。啊，所以说法有很多种。净宗以我们这一部经典，就在经题上。清净平等觉，
啊，这个就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我们自己念佛，希望得什么受用？希望得清净心。啊，清净心里面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啊，平等心里面没有高下了，啊，也就是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平等心里头没有傲慢，没有染污，智慧就现前；没有傲慢，智慧就更大，智慧增长了。啊，到最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啊，这是清净平等觉，觉成佛了。啊，这自受用啊。清净平等觉里头有真如。孔子读圣贤书，行圣贤道。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越是快乐。佛家讲法喜充满，欲罢不能。啊，越学越想学。啊，读经越读越想读。舍不得放手，念佛越想念，停不住，他得到法喜了。啊，那么菩提心对别人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看一切众生跟看自己没有两样。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我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是慈悲心呢。对他基本的心法啊，修行的方法，要有一个成就一切众生的心。还原观上的四德，就是菩提心。啊，你看第一，他所讲的随缘妙用。啊，我们敬重随缘妙用。什么缘都可以随，妙用在哪里呢？心里头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念念有阿弥陀佛，妙用啊！一分一秒都把它抓住。我这一生就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
他接见人的时候念佛，他金刚持，我们能觉察得到他口里头微微在动，没有声音啊，给大家谈话，他功夫就断了。谈完之后，他又接触起来了。啊，我们很注意、很留意的时候，发现，啊，他是持咒，没有中断的。所以他心是定的，定生慧。无论问什么问他什么问题，他不要去考虑，用不着思索，随口就给你解答了。啊，随问随答，妙用啊！啊，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你什么想什么方法，你难不倒他。啊，他的心永远是定的，他的动作永远是缓慢的。啊，你看到是非常稳重。啊，心浮气躁，他在他身上你完全看不到。啊，所以我们亲近他，啊，受他的影响，啊，受他的气氛，现在人家磁场，进入他磁场，自然心就定下来了。啊，我们的心就会收敛。不是真正定下，他不跟你讲话。啊，威仪有则，这是大慈大悲。啊，今天的人，仁义礼智信都没有。啊，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把仁义礼智信做出来。啊，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法合理。啊，礼者礼节，现在人不讲礼节了。啊，李老师讲的，虽然他不讲礼节，人家对他有礼他欢喜，对他无礼他不高兴。啊，这人之常情。啊，所以李老师编这个《常礼举要》。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啊，很能行的。啊，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浅的一个标准。啊，至少我们要能把它做到。学谦虚，学尊重别人。啊，先人后己。啊，这基本的这些概念，啊，我们比李老师想的更圆满一些。啊，我们希望说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落实。
这就唯一有责了。啊，我们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别人说这个样子不错，好，啊，好，大家一起学。啊，那么第三个，如何制止？学谁呢？学弥勒菩萨。对待任何人，满面笑容，特别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人没有笑容，这什么原因？他心不快乐。他有忧虑，他有烦恼，他笑容生不出来。那我们对他不施笑容，啊，笑面掩人，这种暴力的气氛呢，他就能够化解。这个社会的冲突啊，化解社会冲突要用这个方法。啊，敌对双方谈判，大家先有笑容，这会一定开得成功，一定有很好的结果。啊，每个人板着面孔，像面对仇敌一样，这怎么会成功？这怎么能化解问题？啊，别人就是用敌对的心来看我，我这个笑容对他，已经把他那个敌对的心呢，给融化掉了。啊，他不理我，我更不愿意理他，这冲突决定不能化解。啊，和颜爱语啊，心地真诚，啊，就能感动人心。啊，最后一条，那是总的原则。待众生苦，我们做出这些好样子给众生看，目的是什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为别的。啊，这个经。净宗修学方法就这八个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欧耶大师讲的最好，讲的简单，讲的明白，一点都不啰嗦，啊，真心。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决定不怀疑。这个事情难啊，不是容易事情啊。李老师多年劝导我，我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啊，只能够让我
对净土生恭敬心，我不想学。你就知道多难。啊，讲十几年华严，啊，讲楞严讲法华，从这些大经大论认识净土，啊，看这些大菩萨，都是我们从内心里头非常敬佩的菩萨，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看到他们都是求生净土，啊，清净弥陀，我们被感动了。啊，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业障深重啊。不是这些大经大论的习题，这信心发不出来。啊，我们信心发出来了，比一般人信心就强。啊，比一般人听讲这部经，或者是学习这部经，就比他们深入。啊，可是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个经义理深广没有边际。我们现在是前场发位呀，我们还深入不够啊。啊，跟祖师大德比差很远，跟我们上一代比，我们都比不上。啊，绝不能把它小看了。啊，现在我们总算是肯定了，不但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教。这第一经，我肯完全肯定。啊，设方三世，一切如来教化众生呢，这也是第一经。弥陀的宏愿，不可思议。弥陀无量劫累积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更难得的，他用本愿功德加持一切往生净土的众生啊，让他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转80乘4支。虽有四土，它是平等法界啊，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啊。只要有这个心有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成就得非常辉煌啊！以弥陀生念毕生之大愿为本，生念毕生是第18愿。
啊，这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啊，生命着重在生字，深深的明了三辈往生之因。啊，为什么要修个身？因为你看到会很奇怪。不认识自己，没有念过书的，啊，年岁很大的，好像很愚痴，什么都不懂的，哎，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上个三年五载，他往生了。走的时候，瑞香西游。啊，如果你看到他的品位是上辈往生，你会感到惊讶，这怎么回事？还有一生作恶，忤逆施恶，毁谤大臣。造阿鼻地狱罪业。临终时碰到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就接受了。啊，他就知道他自己一生的错了。啊，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哎。三天五天，他也往生了。啊，我看到一个例子，是在美国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远。啊，周广大先生。一家人没有宗教观念，啊，一家人，他在开个面包店，人很老实，很忠厚。啊，带着癌症，临命终时。啊，医生告诉他家里人，存活顶多一个月。啊，回家去，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吃一点。啊，日期不多了，这个时候家里人着急，啊，到教堂，美国也有寺庙，到处去找，看看有没有奇迹，就找到我们佛教会。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净宗学会，华府佛教会。啊，我们有三四个同学去看他，看他那个样子、情形呢，真的是在拖日子了，没办法。恢复健康，啊，所以就劝他万缘放下，哎，一心念佛，把净土介绍给他，讲给他听，他听了很欢喜，那善根不拒绝，很欢喜，啊，立刻告诉他家人，啊，叫他家人别再给他找什么医生呢，求什么不要，念佛，帮助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带着他们一家人一起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他往生了，啊，真往生了，瑞相很好，
火化的时候烧出舍利，这是临终才接触到净土法门。3天也能往生，真是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不是假的。真念真干呐、真视现样子给你看呐、这是我们以生念毕生的大愿为根本。日本人把这一愿称为本愿。日本有个本愿念佛，这么一个支派。这很执着，他就执着第十八愿，其他都不要修了。所以这个是错误的。他不知道弥陀的本什么。48愿，愿愿具足，其余的47愿，每一愿都具足，它是圆融的，它不是独立的，是吧？深明三辈往生之因，还有造作恶业，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往生但是杀生、偷盗、邪淫，这个不行。为什么呢？佛能够帮助你来接引你，那些冤亲债主不答应，他纠缠着你。障碍你往生杀生太多了，这些众生问你讨命所以造这种罪业临时来不及要早呢，早行，早什么？自己认真修行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不障碍你了，不找麻烦了，你就能往生。你跟他订约，我往生之后一定来度你。我要不往生，你们也度不了，也出不了六道轮回。我往生之后一定先来度你。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广摄九界凡身之中这个摄是摄受就是戒瘾这也是弥陀所发的愿。十方世界，临命终时，他一定来戒瘾正邪持名念佛之法。直指往生归元之路是故此经称为经中第一经真正是经中第一经，也是如来度众生出三界。无量法门当中的第一门，所以十方诸佛赞叹。这个赞叹意思是什么？就十方诸佛都认真的介绍，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所以这个经
上上根性的人才能接受啊，啊，欢喜接受啊。上中下根的人要长时间去培养，不到真正接受这个利益，我们会在这一生当面错过，这个错过是真错了啊。啊，底下一段在142页第三行啊，我们接着看。年老的开始，但此书生第一支精宗宝典，尽在我国大藏中尘封1000余年。这个尘封是比喻啊，在大藏经里面有啊，五种原译本都有啊。没人读啊，啊，什么原因呢？这底下讲了，考其原因，盖有此经五种原意，互有详略，出入神局。啊，这就是一个障碍。例如弥陀大愿，这是最明显的啊，在魏唐两仪是48愿，魏是康僧开的本子，在吴汉两仪呢是24愿，在宋仪是36愿，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差别啊，那读这个依哪个本子好呢？实际上，依任何一个本子都好。都能成就。啊，可惜一般人看到原本，里面有这样大的差异，就不愿意学了。通通学阿弥陀经啊，所以中国经中阿弥陀经最深啊，我们初学净土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啊，直至老师把下老的汇集本他自己的眉注给我，我才知道，哦，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汇集把这个大的，这是出入甚大的，啊，他采取24为纲，48为目，啊，汇集第六品。这一篇用的时间最长，也最仔细，而且三个人在一起汇集的。慧明老和尚夏老没光绪居士三个人合起来搞，听说搞了3-4个月啊，第六篇才定稿。啊，所以随时初心的学者，就初发心学经的人，专持业已，难明甚至。佛
多次宣讲啊。在汉这个遍读五种呢，又感见呢，五种本子到哪里去找啊？中国印刷术宋朝时候才发明，啊，才有木刻版这种印书，啊，那都很费事啊。啊，所以遍读五种，又感艰难，于是读十词经而专攻阿弥陀经义。啊，所以在1000多年当中啊，修建图通通都是以阿弥陀经。清初，彭绍升居士，就是彭继清。啊，他说：“此经山阳真少，实以无善本故。”啊，弘扬的人呢少，原因是没有一个善本。啊，每一个本子都有欠缺，有缺陷。啊，臣在是也，他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以宋王日休，就是王龙书，啊，他第一次来做汇集本。清朝彭绍升，他做了一个戒教本，完全用魏译，把魏译的参考其他的本子校对，把繁杂的把它删减。结成一个本子，对初学的来说的确很方便啊，但是他用一个本子，他不是会写的。魏成观，咸丰年间人啊，均为弘扬此经，先后而有汇本与戒本之作，啊，魏成观是第二次汇集，啊，宋朝王龙书是第一个汇集，后面有介绍，啊，宋代大居士王日休曾撰《龙书净土文》，四海沉郁传颂至今。啊，《龙书净土文》，修净土没有不读的。啊，劝修净土，非常好的一部书。王室临终，断力往生。啊，王龙书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啊，没有生病，欲知是知。啊，可证居士设为我国净宗，皆心具有，殊胜稀有的在家大德。啊，王氏深开宝典之称风，于是呢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宋
无中缘起，另称一本，名为《大阿弥陀经》。啊，它是四种缘起。唐仪的本子他没有看到，啊，这很非常可惜的，因为唐仪里头有一些重要的经文，这四种本子上都没有。王本问世，海内成变，啊，他这个本子汇集成功了，流通了，修净土的人喜欢。啊，学无量寿经都用他的汇集本。啊，所以丛林奉为课本。啊，净宗的道场用无量寿经做课诵，就用王龙树的本子，流通甚于远矣。啊，在中国国内流通超过四种原译本，我国龙藏及日本大正藏亦均采入王本，龙树的汇集本入藏了。入藏就是佛门大德承认他的本子，那如果不承认，他不能入藏。莲池大师曰：“王师所会，教之无疑，简易明显，流通至今，利益甚大。”啊，这是对王龙树汇集本的赞叹呐！文字确实简要下面又曰呢，以王本世所流通，人习见故。啊，流通的广啊，读的人多啊。故于所著弥陀疏钞中，这莲池大师说的，莲池大师作弥陀经疏钞，凡引证无量寿经之处，多取王文。啊，他就采用王龙树的汇集本，嗯，见才远矣。啊，有时候也采原译本，即优希大师更有甚也。优希大师他的原中钞也是阿弥陀经重要的注解，啊，弥陀经三大部注解，莲池的疏钞，优希的圆中钞，藕益大师的要解，成为三大注解。研究弥陀经的人，没有不读他的。啊，那么这三大部疏钞，我讲过几遍，圆中钞没讲过，啊，要解也讲过几遍，啊，确实值得赞叹呐！啊，优希大师的圆中钞里面所引用的无量寿经专取王本经文，
他是全部采取，没有参考其他的原译本，没有，完全用王龙树的文字。近代印光大师于所传重刻袁中超序中，一赞王本文意详细，举世流通。啊，这是八经中主要经典啊，《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它是一个本子，一个说的详细，一个说的简单，内容完全相同。啊，在这里做了一个说明啊。说明用意在哪里呢？用意是夏老为什么要再做汇集本，有此必要吗？啊，下面为我们详细说明啊，王氏汇集啊，汇集四种原译本，虽大有功于经宗，但所会之本颇多错误，百鬼之下了贤者习之。啊，也就是说龙书的汇集本乃至于魏默生的汇集本都遭到古大德的批评啊，莲池大师说他超前诸侯，去取未尽，这就是遗憾的地方啊。魏绍升居士持之为凌乱拐串，不合原旨。啊，今笔者，这笔者就是黄念泽老居士，量成古德著述。啊，量成是依据，啊，量有尽，就是尽成古德之说，啊，尽依古德之说，啊，切记王氏之时有三，啊，它有三点呢，确实，第一个，王氏汇集仅居四种，未及唐仪，啊，唐仪名无量寿如来会，出自《大宝积经》，乃菩提留智大师所译。啊，多奥妙精要之文，为他意所无，就是这些他缺了。啊，龙书居士没有见到这个本子。啊，由此可知，那个时候经本流通量稀少啊，宋朝时候有这个印刷术刚刚发明啊，大概还是手抄本为多啊，所以书籍在古时候一直到民国初年都很珍贵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在偏僻的小城
这个小城一家印刷厂都没有。所以，你想学的东西都要去受潮。大户人家有藏书，想读书，向他借本子回家来抄。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呢。古人好学，肯学，非常用功。现在非常方便，人不好学，不用功。在资源方便期间呢，现在比从前人有福。可是，在学习的心态啊，前人比今人认真。这是现在人呢，没有办法跟古人比的。那么第二呢，是去渠未尽，去繁宜要。有的繁琐地方应该可以舍掉的，他去了；还有重要的地方呢，应该要去的，他疏忽了，叫改善为前。例如莲池大师所责，如三杯往生。这是很重要的经文。位移本里头戒曰发菩提心，上辈、中辈、下辈都有发菩提心。那么王龙书的汇集本里头只有中辈发菩提心，下辈呢是不发，上辈呀没说，这是高下十次，古人说他未尽，就是指的这桩事情。是由上力可见，上辈呢，他不言，他没说，这是一要重要的，他遗漏了。下面呢，他说不乏，改身为前，发菩提心不能改的。他只是中辈发菩提心，这个给后人带来的批评。那么三者呢，率意增闻，言若自著。因为会集跟翻译经不一样。翻译经，自己想用什么字可以斟酌；汇集不可以，汇集一定要用原本的字，可以删，不能够增加。决定不可以。龙书增加了几个字，这是大家不原谅他的地方。所以王氏没以自著之文言书原意之意，这等于注解了。故莲池大师责曰，责备他的超前著后，著是著作，他自己著作了，未顺依法，盖这期超言经文于前，复又呢自著文句在后。这该是汇集，汇集必须依据原经，万万不可于原以外删增文句。你不能改动它的文字。你不能依自己的意思去加个字进去，这个不可以的。故则王氏未顺依法。由上呢，可见
王师之事，非是不应讳疾，而在于讳本之多辞也。啊，意思就是这个讳本呢不完善。啊，人家挑剔这么多毛病出来。啊，不是不应该讳疾。啊，下面我们再看。彭绍升居士，这是一位佛学大家了，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居士。这个黄念老告诉我，彭居士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说彭基清是高干子弟。啊，好像是18岁还是19岁考中进士，这人非常聪明啊。啊，进士在古时候学位最高了，啊，像现在学校的博士学位，啊，18岁还是19岁拿到的，啊，从20岁是行冠礼成人嘛，没在20岁之前叫童子，啊，20岁之前成童子，进士及第，啊，就说明啊，他这个文学底子之好。啊，一生没做官，学佛、学道，啊，儒释道三教都通。啊，家里面富有啊，生活不愁啊，他不需要做事啊。啊，那么对于儒释道真的是精通，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学者专家。啊，那么他很遗憾呢，这龙书本子，不完美，啊，就取魏译本而删节之。啊，这是《无量寿经》第7种。啊。但此仅为魏译一种的解本，而不是注译的汇本。啊，它不是汇集本。无量寿经古时候在中国，5种原译本流通最甚的就是康僧铠的本魏译，他就用康僧铠的本子把它删节，啊，读起来非常顺畅，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本子。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有《无量寿经》的前注，就用他这个本子。啊，前注是以经注经，很有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脊柱的味道，啊，前柱是脊柱，啊，集经论里头的注解，啊，以经注解，啊，念老也是这个方法，采取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来注这部经，
啊，所以他这个经呢，这个注解是基础，啊，是会也是会基本。于是晚清，啊，清朝快到末年，称为晚清，咸丰年间，咸丰死了以后，政权就落在慈禧太后手上。啊，慈禧太后当家做主了，就把清朝灭掉了。啊，魏成冠，字默生，啊，通常我们都称魏默生居士。魏咎啊，龙书志士，取五种原意，另行汇集，别称一书。初任命无量寿经，后经镇定王根新时，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啊，魏本文字简洁精当，远过王本，但率自正文之病未能尽灭，故魏本也未尽善也。啊，这下面就说到下联句为什么要再汇集，啊，就是古人说的这些毛病，啊，魏默生也没有办法避免，啊，也把原译本里面写字自己改了，啊，改的当然不错，啊，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如果这个例子开了，随意改动经文，那大家看得不顺眼都开，流传到后续后世，经本就乱掉了，就不能看了。啊，所以中国古人最忌讳就是改动原本，它是个错字，错字不要改它，注在旁边，这个字可能是什么字的错误。啊，不可以把它字改过来。所以中国古籍能保存这么完整，啊，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啊，绝不改动。啊，从前抄写抄错了，那就照着抄，啊，不要改它。啊，印错了就照它印。啊，可以用小注注在旁边。啊，要完全保存它的原貌。啊，这就说到现在这个文字。先思下联句老居士，悲之双运，纵说俱同，云容邪密禅境于一心，专弘持名念佛，摄万德。故愿此敬宗第一至今，破尘僧光，即此无上之典，绕以当来，乃即前显，重新汇集。啊，这就是说明夏老汇集这部经的用心。啊，动机为什么要汇集？啊，夏老本身悲愿的慈悲智慧高，不高想做这个事情没有能力，有大智慧，有大慈悲。
而且对于佛教有相当的深入啊，宗说俱通，宗是禅宗，说是教下，宗门教下啊，都有很深的造诣。啊，圆融显教密宗禅宗净土他都修过啊，而且都是高人指导啊，他学得很精的，不是泛泛之学啊，换一句话说，精通啊。对这样有德行、有智慧、有才学的人，做这个工作，我们才能升起信心。啊，专弘持名念佛，舍万德，这是下老晚年归净土了。啊，为弘扬净宗，所以愿此第一件啊，净宗的第一件破尘圣光。希望呢，这一本无上的宝典真正能够绕一当来，末法还有九千年，九千年众生呢要靠此得度啊！啊，所以即显显前显啊，前显是王龙树、魏墨生。啊，这是第三位重新汇集啊，我们在他的这个啊这个本子里面看到，最先呢他是来校正魏墨生的本子啊，这个就是魏墨生汇集本，经过夏莲老校对过的啊，这个本子后来应该看到这个校对还不是办法啊，还是要重新汇集啊，先做的这个本子啊，最后啊，重新再做啊，重新汇集，平集万云，这是一切放下，眼观三载，啊，闭关三年，啊，汇集这部经。净坛结界，这是说他做汇集工作的时候种恭敬心啊，因为他学过禅宗，学过密宗啊，得显密禅经的加持明心故意，我们讲啊，专心致志啊，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
啊，念念呢是无中缘一本，如何把它融会贯通？啊，重新写成一本，而且字字句句是无中原本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高精深意啊，这个文稿先后改变10次啊，方清进程啊，这部经真正圆满到流通，整整用10年的时间。啊，这我们才知道啊，夏老的苦心。啊，收蒙宗教居士慧明老法师啊，在是那个年代，慧老法师的声望很高，啊，也是夏莲居老居士跟梅光禧居士都是慧明老法师的皈依弟子啊，慧老手持慧济本，摄影于佛前，为作证明。啊，我们现在经本上有这张照片。啊，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即旨专讲此经于济南，并亲为科判。啊，那么这个本子慈州老法师做科判，就是以这个本子，还没有最后定本，这个可能是最初3年啊，把这个形式做出来了，以后一次一次的修订。啊，这个本子37品，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最后定本48品，啊，得重新分了。啊，先救父。梅光禧老居士是他的舅舅，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此经，称之为最善之本。啊，这是梅老的赞叹，在当时。梅老跟夏老在我们佛门号称南梅北夏啊，这在家学佛的两位大居士，夏老是山东人，是北面，梅老是江西人，南昌人啊，是在江南南梅北夏。这两个人是同参好友。啊，这本子出来，梅老称赞这个本子，无量寿经最完善的版本啊，后附于经序中赞曰：
啊，这个是序文里面的话，他有一篇很长的序文介绍这个汇集本，序文写得非常之好啊，这里头有这么几段话，尽当明确。啊，经没有复杂啊，这个汇集本是精品啊，非常恰当，没有不妥当之处，而且明了确实啊，这会得好啊。啊，做然有据啊，每一次每一句它有根据啊，通通是根据无中原一本，说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一出本经之外。啊，这就真的是难得了。啊，这就是符合汇集的标准。啊，前面的汇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它就有问题，有不妥之处。啊，那么这些弊病，夏老完全回避了，没有了。啊，见色成慧，就是经文里头有艰难的、深色的、不好懂的地方，这个我们看原译本都能看到。啊，实质双朗，他把它简化了。啊，简化有没有用自己字？还是用原来经文的字，这就不容易了。啊，这个就太难了，他把它做到了，实质爽朗。啊，你读起来口爽，心里头明朗。啊，繁复容慢，归于简洁。啊，这就是文字啊，多，而且意思看得不很清楚。像这些地方呢，他要把它重新整理，依旧用原来的文字把它简化了，让我们看起来很容易明了。啊，凌乱的部分必成真言。啊，原译本这些毛病都有。啊，还有缺疏，心灵圆满。啊，缺疏意思不圆满。啊，五种原译本。这个你有缺陷，用那个本子来补。那个本子有缺陷，再找它五种本子。啊，五种本子来拼图啊，拼成一个最美丽的。啊，必其有美皆备，无地不收啊。啊，这是这个本子。地就是如来的真实语，重要的开示，一字不漏啊。虽语不为之善本呢，不可得也。你不能不承认，啊，它是最善的本子。于是先思绘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啊，确实看到这个本子
没有不欢喜的。啊，那么这是说当时佛门里头这些僧俗啊，僧序，这是长老辈的，多以绘本文简译风啊，这是在当时许多长者大德啊，他们看到这个本子啊，对这个本子赞叹，文字容易懂，不难啊，义理非常丰富啊，磁场力远用的词句长通，没有障碍，说的理很圆啊，圆融，讲述赞扬啊，有人用这个本子讲无量寿经，这讲述啊，有人赞叹，流布中外，见者闻者欢喜信受，持诵印行呢，乐意不绝。啊，那么在那个时候，这本子刚刚出来，没多久抗战胜利了。啊，胜利之后，国共的战争啊，社会混乱，所以这个经的流通就有障碍了啊，在战乱当中谁去引进啊，尤其刚刚出来没几年，知道的人并不多啊，我们在台湾啊，在台中李老师那个地方才看到啊，李老师当年讲了一遍，那个时候我可能刚刚学佛，25、26岁刚刚学佛，我30岁跟老师见面的，啊，应该是5、6年之前。啊，讲一遍之后就没有再讲了。啊，也就是有人反对，李老师不找麻烦，反对我就不讲。所以我在台中听老师讲过一遍《无量寿经》，康生开的本子。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是以后老师给我的。啊，我也看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比康生开的本子好读。康生开的本子里头确实有建设成灰，凡夫容慢啊，还有凌乱，真的有这些啊，碰到这些句子就不好懂啊，
啊，所以看到这个本子，啊，真的是比原一本简单多了，容易多了。啊，这个离根是特别明显。所以净邪蒙海外佛学界收入心印之序藏，心间大经光明，常照世间。啊，那么这个是老居士的愿望，还没有达到。啊，最近新印藏经啊，没有把这个收进去。啊，我们想将来啊，再印藏经的时候，应该把它收进去。啊，细行汇集之深渊，从王龙书一直到下念老，啊，汇集经的目的是利益一切众生，希望方便大家学习无量寿经。啊，这一个愿望到这个本子出现，才算是圆满成就了。啊，无量寿经之善本，啊，真正善本，于此庆现的，非常庆幸的出现在世间。这是稀有难得，啊，我们在遇到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真是战乱的时候，啊，国内要印经流通不是容易事情，台湾也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刷术没有照相印刷，都要重新排字，要做版。啊，台中联社印了2版。数量大概都是1000册，所以数量并不多，流通并不广泛，很多人没有见过。啊，我们也因为老师的祝福，啊，只能够自己学习，不能公开讲这个本子，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我手上这一本，很多人忘掉了。我想当时老师讲经，听众大概就是50-60个人吧，不多。那么这些听众里头恐怕一大半都不在了。啊，知道这桩事情的人很少很少，像我们这种年龄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发心，把老师的每一注本印1万册，在海外流通。啊，从这开始。啊，大家看到老师加上的注解，就更容易懂了。啊，同学们要我讲这部经，我在美国就开始讲。
前两遍在美国加拿大讲的啊，然后回台湾讲，没有障碍了啊，时间久了大家忘掉了啊，听的人都生欢喜心，所以这个经跟注解在台湾就很方便的流通啊，此时稀有难逢之大师英名，我们有福报啊！遇到这个本子真不容易啊！这个本子历尽千辛万苦啊！啊，现在人对这个本子不满意的人还很多啊！啊，那我们要问一问。这本子他有没有看过？可能没看过。啊，没有看过，反对他，是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得认真去思考。啊，好在现在上国家承认了，啊，中国国家宗教局印的净土五经，我拿到手上来一翻，无量寿经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国家宗教局出版的，代表国家肯定。承认啊，这是一桩好事啊，所以念老在未讲经之前前言里头把这个前因后果做详细介绍啊，让我们对于这部大经产生坚定的信心啊，不怀疑啊，真诚恭敬心来学习，那么这些年来依照这个经本修行成就瑞相很多啊，这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